大家好，今天呢一条片咧系关于洋洋第一次剪头发，然后哎呀，好嘢，系由爸爸亲自操刀嘅，系啦，洋洋，梳下先，太近啦，睇电视啦，等等，梳下你个头头先，因为洋洋啲头发已经非常之长啦。咁咧，但我會幫佢留長頭髮嘅，所以咧就唔會剪後面，淨係剪佢啲陰，因為佢成日都吉眼。好啦，爸爸抱走佢啦，我哋去準備。我哋諗住一路沖涼一路剪，咁佢應該會冇喊得咁犀利。如果唔係，應該喊到肥肥。剪好了，其实都不知道是不是齐音来的，剪出来但起码不会吉眼，好耶。原来冲紧凉剪头发真的不会扭计的，我很期待现在等它的头干了之后是什么样，会不会很短呢，那个皮音到底。噔噔，这个就是个效果，都不知道这一皮是什么音来的，其实看看样子，看看先，系啦，唔吉眼就算啦。哎呀，好丑样啊你！好啦，佢眼瞓啦，其实，大家睇我嘅 Instagram 同 Facebook 就会见到佢好多剪完呢个头之后嘅相噶啦。你瞓一瞓又唔见晒咯，你啲音。咁啊，唔紧要啦，我哋早唞啦，拜拜，拜拜啊！系啦，叻叻，早唞 ，good night， 拜拜。拜拜。